Hello， 小朋友们好，欢迎收看《百变玩具屋》。本期节目，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纸质量玩具，我们的超级飞侠多多为我们拆开我们的这一款奇趣袋。这是一款紫色的积木扭蛋，这是我们的两颗积木扭蛋。现在拆开其中一颗积木扭蛋，这是我们的积木扭蛋。把它打开，里面有许多的零件，倒出我们的零件。这里有很多的积木，这是我们的说明书。现在我们来拼装我们的这一款说明书上面的战机。首先找到四个三角形，这两个上面两个下面两个，上面用一个长方形把它固定起来，就是要这样把它固定好。这边固定好之后，下面这里再放上两个三角形，这是我们的四个三角形拼装而成的积木。在我们的上面这里放上两个像这样的形状，一个圆孔，两边放在两边。这里放上一个像这样的卡槽，放在我们的这里。在我们的后面这里放上一个长方形，这边放上我们的机翼。这里放上我们的螺旋桨，这是我们的操纵杆，这里再放上我们的零件，我们来组装我们的积木。这是我们的这一款
积木战机拼装完成，我们一起来和我们的超级飞侠多多分享我们的这一款积木战机，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哦，拜拜。